好了，你去做了啊。哦，我的手术动完了，这一次。好，祝你生日康复。我也先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当天有没有做？十一月十七号有没有做？还是休息？啊？你到时候是休息还是做？休息吧。休息啊。哦，还是有顾客来这边跟你庆祝生日？没有了，不用。哈哈哈。我在想要不要到时候怎么来，还是怎么先，还是龙邦叫苏西叫我的邻居买蛋糕，还是煮东西给你吃，还是做什么的？不用。嗯。我开刀一号，开刀五号出院，很好，没事，也没有痛，没有什么，反而我打了第三针出事。打第三针啊？怎么？我五号出院，我到十五号、二十五号都是很正常，好了，越来越好了。然后本来是要做化疗，医生讲，因为我还没有打第三针。就叫我去打了第三针先了，因为刚好在六个月之内打第三针。哦，你还没有做化疗？哇，然后我就去打第三针，打了之后胃口很好咯，就一直吃一直吃咯，因为胃口很好。那你知道，忽然间有一天，我明明吃饱了，我还是痛到很难受，肚子很那种饿的辛苦啊，很辛苦。我去跑去吃。吃了之后，他大肠不做工，没有消化，哇，痛到进医院，然后医生跟我量血压，量什么什么体温，全部量了。他说，我认为你的痛哦是一到十是最痛的十级啦。他问我说，你自己认为呢？我说是咯，十级。然后医院的紧急部门全部。爆满了，护理人员不够，全部爆。结果我的十级的痛哦，是在医院哦，痛十个小时。啊！哀嚎，我在那边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像我整个医院是我最坏的、最吵、最闹的。十个小时啊，很痛啊！没有人先问一下。不是，他去问我的主治医生，他们已经下班了嘛。嗯。然后他们就说给我止痛药止不了，就再给我什么药一直加不了。后来说给我打麻啡，那个帮我护理的那个护士讲他已经帮我打了麻啡，还是痛，我痛到那边一直叫，我要去厕所也不给，因为不过人手怕我跌倒，跟我锁在床上这样啊，那个围栏围起来了，然后。我要去大小便什么都不可以了，他不给我去，然后后来我就想吐，我就跟他拿纸袋，然后因为医院人太多，不好意思，我就跑下去床，躲在床的旁边后面那边吐，因为睡在我的旁边有一个嘛，如果我在那边吐很恶心嘛，我吐了两三袋，吐了两三袋，然后他们觉得说吐不好，等一下会伤肺呀、啊，伤什么？然后就，我说要不然你给我什么泻药，他也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他讲医生讲不可以。后来等到早上的时候，要到早上了，他要跟我插管、插鼻孔。他说啊，还是我跟医生早已经跟他建议说帮你插鼻孔，他们说不要。结果你看，你麻啡也没有用，止痛药也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用。你看还是用我的方法，他这样讲哎，讲了他就很粗鲁、很粗暴的跟我插鼻孔哎，跟我插鼻孔哎，哇，很痛啊，鼻子流血这样哎，我就拔出来，我说不要，我宁愿痛死，我都不要。我宁愿痛死，我也不要插鼻管。然后他就很粗暴的把那些东西噼噼啪啪这样丢进垃圾桶里面，啪啪啪扔。因为那个垃圾桶在玻璃门的外面，玻璃的我看得到啊。他丢到啪噼啪啪啪丢了。早上有医生有什么来哈？因为我讲华语嘛，我讲我不会英语嘛。他跟他们讲英文哈，
说他帮我擦鼻孔哦，我把他扒出来哈，丢在地上。哇，这个是不得了的，不得了的事情哦。然后我就直接当着他的面前，跟那些医生的面前，我说：“哎，我几时有把那个插管拔出来丢在地上？为什么你乱乱讲话？”他赶快走开。那个什么人？哪里人？他有一种精神虐待狂哈。哪里的人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本地的吧。然后护士啊，他是护士来的，算是护士。哇，很精神啊，整个人很精神的，剪了很精神。这一次更精神了。然后我就跟医生讲了，讲了就去拿到病房有床位哦，去楼上哦。哇，就没办法了，就等那个大肠运作了，大肠不运作也不能够大便，也不能什么了。然后肚子一直痛，后来出来了，想办法，今天好了，去庙那边拜啊，求啊，哎呀，快点啊！真的马上来，我拜完神了，我就还拜了，我就去厕所了，就清了，出来了，通了，哇，真的是谢天谢地！我这个开刀也是菩萨保佑的，他们讲我在手术房哦，脸红红的开刀，手术房出来哦，躺在病房睡觉哦，脸红红的，然后完全不痛的。回家的时候啊，吊住那个尿管很痛苦，是真的很辛苦，小不住。第一天是那他的那个血液堵塞在里面，开刀了那些血液什么，然后我回去，他跟我通了回家，可以很美的，点了就沉下去，可以。哎，回去再跟大家说啊！现在啊，这个疫情时期啊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不要乱进医院啊 ！Emergency 人手不够啊！啊，那个只是唯一的一个老鼠屎而已哦。那个护士，其实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好的。我从我第一次进医院住医院，是到我出院，到我打针去到哪里，他们全部非常好的。我在病房观察他们对待其他所有的病人，每一个都是非常好的，到屎到尿的，啊，服务很好的。是碰到一个老鼠屎，不要等一下害了医护人员的名声哦，对不对？很好的。不管他是哪里来的，马来西亚的、中国的、印尼的、菲律宾的，全部很好。那后来怎么给你处理？啊？后来我两三天了，他大概因为没有吃食物嘛，两天都没有吃，一直喝汤而已。喝汤，然后你的食物在里面自己会消化掉，这样啊，溶掉了。他要跟我插管，我不给他插是什么原因？你知道吗？他给你插管要做什么？我插管给那些东西从鼻孔那边吐出来，还是把它逼出来，是什么样啊？因为我吐出来的东西是那个海带，海带它那大大片的，你那个插管哪里可以逼得它出来？反而阻塞，等一下我呼吸困难，所以会。那个打第三针死的人算多我一个在内，到这个时候，真的我好惨，我跟他拔下来，我说不要，我死都不要。那个好像果条这样的那个海带哦，那你可以从那个尿管这样的那个吃海带吸管哦，我吃海带绿豆汤，然后肚子超饿到，因为他的那个。肠胃的操作打了第三针之后反常，明明吃饱了还觉得很饿。这个是讲给人家知道了，就是说当你打第三针你要非常小心哦。我是例外了，因为我是癌症病患嘛，刚刚开完刀，你们应该是很安全平安的，所以有病痛的人要小心哦。
你不是说三点吗？02198那天又开哦，对不对？哎，二奖。啊、二奖，我那天来剪了头发，星期三、星期六开二奖。02198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Yes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多么精神！谢谢。我们在外面再聊，等一下直播再聊。